南山人寿进阶系统上线一年来，错误百出，保单收费和理赔频传错账，内勤人员因要除错超时加班，业务员也为了要维护保护权益奔走沟通协助停效保单复效，居然还发生薪资因系统错误被错发少发，员工叫苦无奈。南山人寿原本向金管会承诺六月底会使系统正常运作，但在七月一日后仍继续出错。南山工会理事长严庆龙周二到金管会陈情，说进界系统出错保护分球场，南山一开始承诺大方赔偿，让保护放弃向金管会申诉，事后反悔又没给予赔偿，反而向金管会呈报，保护同意和解，两面手法形同吃案。严庆龙说系统出错，南山不积极想法子改进，而是找公关公司进行媒体制度包装，粉饰太平，要求金管会应该就这一年来南山内控失灵造成的经营危机就责予以重罚。动新闻综合报道。政党财团中国收买不了苹果，但你可以属于你的媒体苹果新闻网。